反正点了关注的，送了粉丝灯牌的，都是我的家人。咱们呢有一个二哥粉丝接待站，如果你们哪天如果万一哪天来到白岩店或者是路过的时候，这里有大家一个落脚的地方，欢迎咱们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白岩店玩，好吧？欢迎老陈，欢迎如香，欢迎明心，欢迎用户，欢迎咱们每一位来到直播间的家人，咱们一块儿点点赞的可以吗？二哥呢刚刚开播，刚刚这个打开手机，您刷的进来咱们就是一个缘分，我希望呢家人们能留下您的一个小关小注，好不好？大家有没有见到过这个东西？家人们有没有见到过这个东西？见到的见到过的咱们扣一，没有见到过的咱们扣个999。现在呢菱角是吧？对，咱们这个思田说的非常对啊，这就是咱们这个菱角，白洋淀的菱角。有人吃过，但是不知道从哪长的，不知道是怎么长的，但是刷到二哥直播间呢你就知道了，原来不是土里长的，也不是树上长的，原来是在水里长的。来，家人们，你们都是来自哪个城市？离白洋淀远不远？都是来自哪个城市？廊坊明天能到吗？能到的。咱们这个京津冀呀，基本上都可以，京津冀基本上都可以。咱们先点点赞的吧，家人们，好吧，咱们先点点赞的。家人们可以不可以都先点点赞赞？冬之雪，二哥刚开播，咱们稍等一下可以吗？稍等一下，您点点赞赞，点点赞赞，咱们等一等来到直播间路上的人，好吧？一起，咱们一会儿给大家来介绍。有的有的，一会儿就有了。刚才下雨了，不是下雨，下雨我跑上去又回来的，不是下雨的话我就不会跑上去了，你就刷到我就直接可以了就。来，家人们，赞赞先走一波啊，赞赞先走起来，平安人生用户，欢迎你们，欢迎赵小静静，欢迎你们。欢迎这个叫什么龙象，念不过来了，旧梦已逝，欢迎。哎呀，跑了。来，家人们，咱们能不能刷到二哥的，咱能不能点点赞赞？能不能点点赞呢，家人们？谢谢咱们用户送了二哥钻石，谢谢您送的钻石。这个是啥？雪梅，这个是啥？你没见过这个东西是吗？这儿看能看清楚吧？这儿就知道是啥了吧？是不是这样就知道了？对不对？来，家人们，二哥呢来自河北雄安新区白洋淀，现在是在白洋淀在摘这个东西。没有，这是啥？下雨了，二哥您那没下吗？刚才下了一点把我淋跑了，我这不下了，我又跑回来了。对，这不跟您已经说出来了吗？这个叫，哎，这个就叫这个东西。对对对对，来，知道的家人们把他的名字扣出来，不知道的家人们咱们把不知道扣出来，好不好？菱角是吧？熊仙在下，
北边在下呢，看来我这没事了，我这应该是没事了，能吃吗？这个东西岂止是能吃，岂止是能吃，来，咱们先点点赞呢，可以吗，家人们？二哥呢，来自河北雄安新区白洋淀，每天在咱们白洋淀来做这个店里边的这个农活。家人们有喜欢的啊，喜欢白洋淀的，喜欢二哥的，咱们别忘了点上一个小关小注，可以吗？可以点上一个小关小注，然后呢，您刷到直播间也是我们的一个缘分，您点点赞赞，好吧？点点赞赞，菱角能吃，对。用户9490，是的，是的。稍等一下啊，9490，稍等一下，一会儿都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的，好不好？怎么吃是吧？很好吃，好吃的，我们简单一做就行，很好吃的。这个9490看了没有？没有吃过的家人们啊，咱们打，咱们把888扣一波。纯水果，纯水果。所以说家人们啊，咱们没有吃过的有福气了，直接能生吃吗？能，生着也可以，熟着也可以，它就像花生那种，我们既可以吃生花生也可以吃熟花生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二哥呢，来自河北雄安新区白洋淀。大家如果喜欢白洋淀，喜欢二哥的啊，咱们别忘了给点上一些小关小注，好吧？点上小关小注，以后有机会来白洋淀玩，就可以找二哥。咱们白洋淀呢，这有一个白洋淀二哥粉丝接待站，煮着吃有点像地瓜，面糊糊的。嗯，看来是行家。你是哪里的呀？你怎么知道这个东西吃起来是这个样子？嗯，干了能崩花生米吗？不能，肯定不能，肯定不能。来过白洋淀的家人们，咱们把白洋淀三个字扣出来可以吗？可不可以？小时候吃过，这玩意在水里长的。对呀，您认为是在哪儿长的呀？您认为是在哪儿长的？菱角，您想吃啊？行，想吃好啊，想吃好说，想吃好说。咱们先点点赞的嘛，家人们，二哥刚开播，咱们先点一会儿赞赞，先点一会儿赞赞，让咱们赞赞往上搂一波。想吃好说啊，这个东西很好吃的。嗯。嗯，这是三角吧，两角，两角啊，家人们，胖丫是的啊，嗯，能生吃。直播啊，你那个林哥那个种子想种，明年三四月份来找我，点上关注，三四月份来找我，白洋淀集市打鬼子地方。嗯，得意说的对啊，菱角米莲子莲藕一起清炒，行家。行家，嗯，好看不好看？现在基本上叫野生了，因为
这几年都是他自己在涨。这几年都是他自己在涨。对呀、啊、涨好几个。嗯。没有生吃过是吧？生的好，挺好的。生着也挺好的。长老了，主食好吃。嗯，一练525，你说的也对啊。长老了，长老了。